Hello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来拆的是，Twice 二巡的日本周边，还有 Wake Me Up 的会员盘和一张通常盘。那先来看这个写真，然后这次他们二巡在日本的周边跟韩国周边好像是完全不同的，但是我也没有买很多。但是韩国的周边我就买了很多，但是还没有到。那翻翻这个写真。现在来拆这个小卡，这小卡日本厂应该是有两套不同的，但是我只找到埼玉厂的小卡的代购。是这个 T 恤。这一件是，确实设计的挺好看，挺骚气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件。其实。说实话，不说穿出去，人家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演唱会周边的 T 恤。然后我这次买了两张这个日本的明信片吧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，我第一次买，就试试运气，看看可以拆到谁。它这个信封也是挺好看的。哦，彩音，天啊！我的本命手简直了。知晓。然后这两张，Wake Me Up。我为什么又买了一张通常盘呢？就是因为。想买一张他们团照的海报，先来看一下这个海报吧。很好看的，当时这个图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还以为是走酷炫风的。先看这个会员盘吧。Once Japan 限定盘，是一张 CD。然后他每次会员盘的标配就是9个人的单封。这会员盘全部都是黑白配色的。
看一下那页。好，这个就是会员盘，最后一张通常盘。我已经对于抽到成员卡没有任何希望，没有抱任何希望。